传动的脸，就这样一来一往，每天上演。谁不希望生活会有所改变？可其实改变不只需要时间，有时候日子过得简单一点，未必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。高高的屋檐，站了多少年？谁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，愁眉苦脸不如乐观一点，学会满足却更要挺起双肩。高高的屋檐一直在身边，日晒雨淋总在所难免，微微一笑代替所有抱怨，最重要的是让爱你的人能快乐一点。狡辩啊，还说打门打到变成猪头啊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没有说要把你儿子打成变猪头哦，你不要加油加醋哦。哎 Mr. Philip， 我有哭吗？还要报警？你们说，你们听到说我没有说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们没有走，为什么帮他？什么？我根本没有说啊。Mr. Philip， 你是社区领袖啊，你来评评理，像我们家这样的遭遇啊，知道的人都很同情吗？你们社区领袖啊，部长啊，都会来关心我们。我听说下个礼拜部长要来，可能会来探望我们哦。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来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来看你们的。至于部长会不会来，我不太清楚。对了，你们部长啊，吃饱饭没事做，那么空闲来看你们？你不会说总统啊、总理啊、通通来看你们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藐视部长，藐视总理，藐视总统啊！骗吃骗喝骗钱，你说我们哪里有骗人？我们是不是失业？是不是断水断电？是不是给那个 HDB 赶走？是不是没有钱看医生？对不对？是是 是，你们是有手有脚都不去做工，等着人家来借机，这不是骗是什么啊？还有啊，我们是有交税的，我们交税来养你们这些人啊！你交什么税啊？交一个大家欠你呀、啊，就欠了。喂，你们啊，一人少一句啊，人家说怨什么不日什么。远亲不如近邻。对对对 ，Last time Alon set fire, everybody put off the fire. If not, now can quarrel or not? 为什么 ？All become roasted pig 啊！你才 roasted pig 啊！那，你不会劝人家就不要乱劝，回去煮你的咖喱吧啊！啊，弟弟，你是基层领袖来的，要采取行动啊！他整天在家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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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大家听他说，给他说话的机会吧。来，说说说啊！你们是邻居，一开门就见面，吵来吵去，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啊！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安排你们去社区调解中心吧。社区调解中心是由专业人士主持的，他们会协助争吵双方解决纠纷，促进彼此间的沟通。谢谢你们出席这次的调解会议。在进行调解会议的时候呢，我们将由一方开始，然后再由另外方面发言。这样做呢，主要是为了了解纠纷的起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深入探讨解决纠纷的办法。双方必须心平气和，不准使用暴力，也不准打岔。Nancy， 你可以先开始了。他们家小孩啊，随地小便的，已经不止一次了。有一次还被我当场抓到，你知道吗？
你问他们呢，看有没有这样的事。Nancy， 这么久的事了，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嘛，不懂事啊。是小事记到现在，那你那里呢？也拿那个十三姑娘的宝剑来砍我们了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天晚上你还敢说吗？还想说你就是这样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家都不要激动，请你们冷静下来。人一生气啊，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。他那天晚上两个人在楼下睡觉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也睡了，就看你了。我们睡了，我们睡了，你自己给我看看，你知道我们在干嘛了？还有啊，怎么了？还有一个人了，你都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以为我行了？他们每次他们睡觉，你也不懂，不要这样激动啊，不要这样激动。其实你们的问题也许都是起于误会。 Nancy， 你并没有亲眼看见 Mary 家的孩子在你家门前小便，对吗？对呀，我是没有看见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以前 Nancy，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重提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喜欢惹事的人吗？如果不是他们先惹我，他们讲我女儿嘞，我哪里会提以前的事。 Robert， Mary， 你们也说过 Nancy 的女儿对你们家的孩子都很好，是吗？是啦，我们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嘛，吼。对呀，我都已经说了嘛，那个时候啊，我的老公是心直口快，才想要的女儿无良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向 Nancy 表示歉意呢？哎呦，一句 sorry 都没有。哎呦，那他恐吓我们说给我们好看，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说 sorry 啊？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就互相说对不起，那误会就算说清楚了，以后大家和和气气，当个好邻居，好不好？爷、yeah, ，你说呢？哎呀 ，OK 了 ，OK 了。Nancy。我也不是喜欢惹是生非的人啊，他们 OK 我就 OK 咯。那你们互相握手说对不起吧。 Sorry 咯。 Sorry 啦。Nancy， 你帮我签个名字。很臭嘞！你有骚味啊！哎，有了小便啊！哎，哎呦！哥哥，你看，哎，那个混蛋干的好事！又不知道是哪家小孩在偷小便哦。现在你知道不关我们家的事哈？爹，你在看什么？这样臭！哎，这个尿哦，又黄又臭啊！我看不是小孩子的。对尿还那么有研究啊？我是说有酒味啊，有没有闻到？对呀、啊，姑妈，会不会是你那个刚搬来的同房？不会吧？哎，有新人搬来吗？老 hero 死了，要有一个人跟我合租，要不然就不能住啦。有可能嘞，我昨天就是看到他拿着一袋啤酒经过嘞。哎，他什么来头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还跟他住在一起？大姐，你为你住 hotel 啊？还是 no choice 啊？我要今天。有三包，哎，你救我的命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喂，换给我三包 ，OK？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奇怪，我的内裤啊！喂，我的内裤啊！你撞我的内裤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借用两天就还给你，有没有狗兽？
喂，不要用我的东西啊，你听到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不要用我的东西，不要动我的东西，还有啊，不要吃我的东西。哎呀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呸！哎呦，哥，哎，你那么垃圾了 ，that's many 啊！喂，是不是你在外面小便啊？是不是你？是又怎么样？忍不住啊，有什么办法？喂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喂，不要动我的东西了，给我！啊，什么？你不爽啊？我说不要动我的东西！不是那么大声，我想这次他一定是被杀了。结果真的嘞，真的整个人冲出来啊，满头满脸全部都是血嘞。所以一个就被警察抓了咯，一个就进了医院咯。哎呦，真是吓死人了！姑妈怎么那么帅呀、啊？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同住。哎呀，听说他也是不认识这个人的，没办法嘛 ，HDB 规定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够租房子吗？老皮肉死了吗？没办法，随便去找一个人来租咯。两个相似的人住在一起都会吵架啦，何况他们又不认识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哈？没有吃东西啊？有东西吃呗。有有有，有糖果花生咯。哎，芊芊啊，把糖果花生拿出来啊。啊，无非我已经打电话去催了，很快就到的了。还有多久？2点了嘞。快了快了快了。啊，咖啡少 ，Auntie Nancy， 菜心少，鸡蛋少，婆婆，安哥你们吃。哎呀呀的阿妹，我看我是等一等一，哎呀强啊，带亲戚过来呀、啊！哦，哈哈哈喽哈喽，介绍啊！哦啊，亲戚，他是我们的邻居阿丽，太呀呀的，my wife 芊芊。恭喜恭喜 ，selamat pengantin baru ya！ 谢谢。For you. Thank you. 哎呦，阿丽啊 ，you so 客气哦，给俺包什么啊？喂，我给你打包什么？好，是 for you. 哎，no, Auntie. Thank you very much. So troublesome lah. Okay, I have to go to work. I must leave now. Okay. 哎呦，那阿丽 so hardworking 哦。当然 hardworking 啦，这样他就可以早点申请啊。他过来新加坡吗？不用染头发了吗？哎呀，一个牛郎，一个织女啊。Yeah, kind of bad. You understand me? Yeah, 点点呐。Okay, I must go now. Oh, see you. Okay, thank you. Okay, everybody, see you. Bye. Thank you. 啊，拜拜。看，红包收了，连东西都没有准备给人家吃，还说要打包哈拉夫，你相信没？不止没有准备东西，连水都没有请他喝，这样都坐得住。哎呦，你看都要2点了，东西还不来，饿死我了！我爸我说，妈，很迟了，为什么buffet还没有来？我故意叫他们迟点送来的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才叫了10个人的份呢。你请了那么多人呢？你才叫十个人呢？够了够了，你看看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，就剩下那里面几个。我们走啊！哎，吃东西啊！为什么不吃啊？哎，先动手，我们走了。等食物来了再走吧，吃了再走嘛。哎呀，送食物的车子在路上坏了，要等另外一辆来载。哎，很快就到了。我们在打牌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慢走啊，改天再补请了哈。慢走哈，不好意思啊，改天补请啊。这老人呢，快
醒点，奶奶喝点中国茶。哎呀，中国茶咩，不懂泡了几遍，好像白开水一样，就是累了。妈的红包啊，忘记拿给你啊。哇，姑妈人在医院，她还送红包啊，哎，真是有心哦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她脑震荡，需要留院观察。姑妈也真惨啊，孤家寡人一个。人呐、啊，最怕孤零零了，老来孤苦无依，说有多惨就有多惨、啊。哪里会惨呐、啊？人呐、啊，不怕孤零零，最怕没 money 哦。哎，对对对。比萨，哦，我们没有叫。哎哎哎，我叫的，我叫的，多少钱？69.9。哦，那70块。谢谢。我嘞，看什么看，找钱啊！啊，年轻人，老太婆的一毛钱也要吃。嗯，妈，我不是说不费吗？我怎么变成披萨？哎呀，叫母费啊，不到30个人要差是交东费的嘞。披萨是免费送货，还买一送一，70块钱啊，还会找回一毛钱，多划算呢、啊，笨笨。哎呦，咖啡嫂那是啊，蔡先生，来先吃披萨了啊。好好好好。阿婆婆，我吃了，你再吃了啊！贝贝，米莎，哎呀，早知道红包就不要包这么大了。好大，28块，28，我也是。哇，这次是多少？不是赚到笑？当然赚到笑啦！你看他赚到啊，笑到假牙都要掉了。吃啊，尽量吃啊！快，6.7，才8块钱，谁那么吝啬？鸡蛋少，哼，给你买了鸡蛋买了几十年，敢敢包8块钱，以后不跟你买。妈，几点了还不去睡觉？明天一早还要上班的。我有一点点点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想买一点点金给倩倩。哈？你想买金？嗯。哈，你很敢哦，哈？娶她已经花了我10万块钱了，她一来呀、啊，又花掉我10块钱的跌打费了，还有吃的住的不用钱呗？那收到的红包钱才2000块钱啊，比我估计的还少啊，还想买金？可是人家结婚都一定有戒指的吗？那就是买只银的咯，明天我帮你买。不，我去买，你买一定是那种cheap的。不买cheap，难道还买 expensive 的？不如你去买钻石。不是啦，你给我200块，我去。还要200块？哎呦，你又死了你！你以为你娶什么公主啊？只不过是穷乡下妹而已啊！她能够嫁到这里啊，应该是谢天谢地了，还想穿金戴银啊？可这钱也是我的吗？要死啊你哈！老婆才娶回没2天而已，你这敢敢造反呐、啊？你也不想想我是怎么养大你的，说这种没心没肺的话。你说，是不是他叫你来这么做的？哎呀妈，没有啦，倩没有这样子说。我信你才怪呀、啊！你去告诉他，要是他敢破坏我们母子的感情，我要他好看的。不是这样子的啦、啊！还不去睡觉啊？明天你迟到你就知道啊！你去啊！
有空啊，你不用开档做生意吗？有，我阿劳在看。哎，你来买凉茶？是咯，我那个小的，他最近夜市生意特别好，一天忙到晚啊，身体有点热气咯。你真有福气啊，两个女儿都那么本事。还好啦，小的虽然不怎么会读书，但是要赶病赶喘咯。本来啊，乖乖啊，打一份工啊，起码可以赚一两千，那也知道想当老板哦，也算是有志气啦。但是当老板真的很辛苦的了，他熬到整张脸都是冰疤啊。是吗？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啊，青春痘一粒扑出来，急到他们呱呱叫啊。是这样的啊，现在的人不准我们大人压力啊，那些孩子压力也是很大的，是这样的啦。我的女儿不是这样啊，医生说是因为怀孕。恭喜你嘞，什么时候生？还早了，刚刚才怀孕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我要赶回去补汤给她喝。好了好了，回去了，拜拜拜拜。医生呢？啊！哎呀，我女儿不是这样，医生说是因为怀孕，荷尔蒙失调什么的。讲什么两个月、三个月啊？怎么搞的？啊，见面再说。妈妈。什么玩啦？完了啦！哎呀，你玩了就去买嘛。谁说你玩了？你看这个锅空空的，你嘴巴又一直说玩了玩了。笨的嘞，笨的要死，蠢的要死。你在骂谁呀？你的好女儿了，还有谁？女儿她怎么啦？好端端的又没有惹你，你不要老是骂她啦。你看她现在满脸都是青春痘啊，应该是承受不了压力啊。什么压力？她满脸青春痘是因为油了吗？油了，油了什么？笨蛋要死，她会油了什么？你说来。不会吧？你是说她有了？三个月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听到她在电话里面说的。那个人是谁呀？还会是谁？你说嘞，还会是谁？哦，那还好，还好哈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还说还好？老婆啊，我说还好啊，是因为那个年轻人，我看得还蛮顺眼的，人家还是大学讲师啊。你相信你？哎呀！老婆，你别这样啊，你的心脏不好啊。你气也没有用的，那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。最重要的就是啊，人家对我们的女儿好，而且啊有一份稳当的工作。真的是笨的要死，笨到天上有地下无的嘞！你相信他真的是大学讲师吗？他不止上了你女儿，还想不认账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听到他说什么两个月、三个月了。你知道你女儿为什么会这么说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知道吗？你用屁股想都会知道的吗？一定是那个男的这样说。哎呀，宝贝，不要紧，才两个月，很容易打掉的吗？所以女儿才会这么说，什么两个月、三个月了。什么？他竟然叫我们的女儿去打胎？羞耻！你真笨啊，还说这次开 live 演技一流哈？演技一流就不用当 KLF 了吗？对，是谁说可以等他红金大奖呢？我没想到他死缠烂打，打破火锅问到底啦。怎么火锅是砂锅好不好？管那是砂锅还是火锅啦，他好像已经看出破绽了。当然看出破绽啦，三个月产生两个月啊！我说不要结婚，你说要结婚，人家不怀疑才怪啊。
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如果你 OK 的话。早知道昨天晚上不要这么早收到，这样子啊就可以把他亲自赶走。你忍心赶走他吗？当然忍心啊。还有你啊，最大的破绽就是啊，跟人家说要带我去堕胎。那可是你叫我说的。我是有说过啦，但是要结婚就不要堕胎吗？要堕胎的话那结婚干嘛？对哦，一时糊涂一时糊涂。哎呀，都是你啊，当时看得那么慢，怎么去跟人家抢客？怪不得每个月赚那么少钱啊。老婆啊，我要是再被记分的话，我的执照啊就要被吊销了。你放心吧，刚才在远远的时候啊，我就看见了他们是走进这间快餐店的。是让我抓奸在床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哇，你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？抓奸在床，怎么说秀明也是你的女儿啊？什么女儿？我没有这样不要脸女儿。哼，哎，哈哈，你这次猜错了，原来不是那个男的。阿光，你不会连阿光也会怀疑吧？哎呀，老婆，你干什么？如果真的是他，我宁愿撞墙死啊！墙在那边，我看啊是一场误会啊。他们说什么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肯定是说租金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去了啊。喂喂，老婆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！现在是三个人呢、啊，你无论如何啊，都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还能有怎么回事？肯定就是那回事。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阿光看不过眼，所以他帮秀明找那个人出来谈判。Confirm。嗨。嗨。我去买饮料，你喝什么？随便。Darling， 你呢？你冷啊？我帮你买一杯热饮。蒋氏先生，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来找我了吗？你先别生气，我去找你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大学客串蒋氏的任期到了，下个月就要到上海去。那关我什么事啊？说的也是啊，真的不关你的事。不过我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已经收档了，估计阿光就跟他聊了两句。两句我看不止吧，阿光说你问长问短的，烦死人了。那也是因为关心你啊。你别骂我了，是真的关心你的。我知道你跟我朋友，不过你很讨厌我吗？说正经的，我叫阿光叫你出来是想来了来了，这杯是你的，这杯热巧克力奶是你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喝热巧克力，可是为了 baby 好，你就忍一忍啊 ，darling。阿叔伯，你找我们来到底有什么事啊？阿光说你们要结婚，但是要哪家孩子？照我看，想结婚的应该是阿光，要哪家孩子的应该是你吧？不是啊，我也想打掉孩子，然后才结婚。对对，如果要结婚，为什么要哪家孩子呢？因为我们还年轻，32岁也算年轻啊。不是啦，是因为我们不够钱。对对，我们还没有经济基础，房子都还没有买，还结什么婚嘛？所以只好把皮打掉咯。那太没责任感了吧？什么？因为这样就把无辜的 baby 打掉，那太没责任感了。那什么？我觉得你太多管闲事了。对呀、啊，打不打掉孩子是我们的事，什么时候结婚也是我们的事。你堂堂男子汉，怎么这么八卦啊？昨晚啊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今天你又来纠缠不清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说啊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打掉孩子，当然是一了百了。哎，搞到我女儿肚子了，谁要去堕胎？谁要一了百了？老婆子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女儿？你太过分了！你为什么想跟我女儿？为什么想跟我女儿？你说我？好的，误会啊误会啊，他没有搞到秀明的肚子，是。不要打掉孩子！你让我真想死啊！不想死，你别跑！老爸呀，老爸，老妈！你还好吧？都是你了，没经你出现啊，都搞得天下大乱。你看到我给你搬到，满脸都是冰包了。我拜托你了，你不要再烦我了，好不好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会再烦你了。你好好照顾自己吧。拜拜。B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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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
求过。喂，女儿，你干什么？你要离家出走啊？是哦，真受不了老妈的。还有你啊，搞什么跟踪？你为什么在对面？是你老妈硬拉着我去跟踪你的。不过你不能怪她，她是怕你给男人欺负。女儿啊，别这样啦，别离家出走啦。什么离家出走啊？我才没这么无聊，不好。那你为什么收拾东西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姐东家干嘛呀？这么多东西，妈要把抽屉的位置让给他了。来来来，坐下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老爸我是不是你最值得信赖的人？不是。不要这样嘞，给点面子嘞。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，算是吧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骗人家说你有了 baby？我都说了，是那个死家伙整天缠着我，烦死了，我才想出这个办法的。哼，你这个办法也真够烂的。哎，如果你们没有这么八卦的话，这个办法还行得通的。女儿啊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人家，为什么要想办法甩掉人家？喂，谁说我喜欢他？我是你老爸，你的性格我还不了解啊。你如果不是喜欢他，你会让他睡在你床上吗？都说不是。哎呀，我是一块老姜来的，你还是实话实说吧。啊，嗯。嗯，你姐喜欢他了。啊，秀珍也认识他的。你去问他吧，反正呢，我已经答应他，我有在时尚姑娘面前发过毒誓，我也刚刚抢男朋友的。老爸，嗯，哎，你不要吃太多果啊。这是爸爸要巴上买的，很香的。来，老爸，你刚才不是有很多问题的吗？怎么现在一句话也不说啊？难道你也觉得我应该让他吗？哎，这菜如果有点冷了，加热会比较好吃。爸，你不要再闪了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。反正呢，我什么都要让他，抽屉的位置要让他，穿要让他，他回来的时候连厕所要让他。哎，我真是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这个菜头果已经好了。对了，我要去看德士了。你老妈说啊，这里有凉茶，你要多喝一点啊，多喝可以降火啊，记得了。你这么可怜啊，没有学生来送你。由此可见，我是多不受欢迎吧？你少来！你专选他们考试的时候悄悄离开。没有悄悄离开啊，至少我通知了你。算你有心。祝你早日完成心愿，拍一部好电影。一起吃饭吧。好啊。妈咪。哎，来了，安迪。让我看一看。哎呦。你好像瘦了啊，嗯，考试嘛，被折腾得不成人形了。安迪，嗯，你也瘦了哎，不过精神很好。真的啊？嗯，那就是说我减肥成功了。安迪，你哪里需要减肥？你已经够瘦了。你最好啊，还是说服他不要去打波涛。你要死啊，拆我的台。安迪，丁一说的一点没错，你根本不需要打什么 Botox， 像你这样反而能散发出自然的魅力。哪里，你真会说话，我都已经老了。有些女性年纪大了反而能散发出独特和成熟的魅力，像温山淑之就是一个。什么淑什么之？你在说谁呀？她是缅甸反对派领袖，长期被软禁，是我的偶像。是吗？嗯。那您看过她的传记啊？当然呢，里面有一张说温山淑之在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什么树枝树叶的，你到外面去捡几道菜，我跟秀珍有很多悄悄话要说。好，你们慢慢谈吧。嗯，来坐。哎，你的办法真有效，我叫他去上海做一年半载，我告诉他要是他没兴趣到爸爸的公司帮忙没关系，不过如果他想拍电影的话，上海的机会比新加坡大得多了。他一听啊就马上答应了。安迪啊，你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，他到了上海先让他过他想要过的日子，等到时机成熟后再跟他说 Uncle 的公司出现了问题，需要一个了解上海的自己人坐镇公司，到时他已经在上海待上一段日子，就不忍心拒绝你了。哎，对哦，哎，到时你一定要陪我到上海去哦。嗯，还有啊，
要是你毕业了想在上海发展，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安排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认定你是我的准媳妇了。谈什么谈那么开心啊？我说啊，安迪，别说，不说，不说的话，这只呆头鹅怎么知道他妈咪的心事啊？我说，安迪，我说我已经认定她是我的准媳妇。去冰箱里把前两天吃剩的披萨拿出来热一热。妈，冰箱不冷。是没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你不来就没事，你一来就这样坏那样坏的。妈，这披萨好像坏了。是没？哎呀，不是啦，这是 cheese 的味道， cheese 就是这样酸酸臭臭，像臭豆腐的味道。这是乡巴佬， cheese 的味道都嗅不出来。妈，妈，可是冰箱不冷，这披萨放了两天，可能坏了，你不要吃啊，小心肚子痛。不吃？你知道两片披萨要多少钱吗？哦，吃了两天吃腻了，想换口味了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我可不是刻薄你啊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我吃披萨你也要吃披萨。不想吃是不是？我先告诉你啊，我可没有别的东西给你吃啊。怎么卖？原价350，现在 on sale 只卖200。好，我考虑。倩，江哥，妈呢？妈，她在厕所。那这个给你。妈，她这个啊是鸡饭，很好吃哦。妈，她我知道啊，她在厕所啊，看不到你吃，那她就不会啰嗦了。不是，妈肚子痛，一直上厕所。吃错东西啊？一定是那个披萨，冰箱坏了不冷，披萨味道很奇怪，我叫妈不要吃。可是妈，那你吃啊？没有。哦，妈就是这样子了。我今天早上啊，还跟他说这个东西不要吃啊。对了，你中午有没有吃饭？哦，我有吃别的。你一定没有吃，你骗我。那这个鸡饭很好吃的，你吃啊。妈，好吃吗？吃。你吃。你一定还没有吃午餐是不是？你不吃我也不吃。那我吃黄瓜。哇，那
快快快快快快，好吃。你呀、啊，肚子饿啊，是什么都好好吃。你不也一样？你要答应我啊，你以后一定要吃午餐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不吃午餐不行的。你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嗯。姐姐呢？嗯。我还是脚没有力啊，快进来扶我。你那么辛苦，我们去看医生了。看什么医生啦？他们只会这里按一按，那里摸一摸，问你两句话，再给你两样药，就收30-40块嘞。妈，不是你这么辛苦，都是你害的喽。妈，关切，是什么事？他不是这里不要吃吗？他是扫把星啊，一进我们的门，冰箱好好的也会无端端坏了。妈，我你口臭了，说什么皮沙坏会吃坏肚子，好的不来，坏的，哎呦，姐姐呢？快扶我去厕所，我又要拉了啦！小心！这是一张10万块钱的银行支票，那这是爸妈的钱。虽然我已经尽了做女儿的责任，提醒了你们，但是你们还是坚持这么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希望在收钱之前，你们可以签下这份文件。老爸，你看过这份文件了吗？没有。爸妈，这是正式的法律文件，用来保护你们的。你们把这笔钱借给他们3年，而每一年呢，他们必须还你们4%的利息。3年内不还，你们可以告他。这好吗？妈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在美国很普遍而已啊。即使是父母和孩子，都必须立合约来保护各自的利益。这个年代呢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、永远有保障的。你们说对吗？如果爸妈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，我一定签。跟自己孩子也要签合约啊？签吧，我们都老了，人家说老人多病啊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连病也病不起。如果他没有良心的话，能照顾我们；要是不行的话，那我们去追回那一点老本也是应该的。老爸，我签。来，请问现在我能不能收下这张支票？希望你们两个有点良心，不要到时等到爸妈来追债的时候，你们借口破产来逃避。想不到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真的那么糟糕，我真替你担心啊。担心什么？你对自己家人都摆这副嘴脸，你怎么去面对你的生意伙伴啊？所以我真担心你的事业前景。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煮了肉骨茶了，你们留下来吃吧。不要了吗？风轻轻翻动回忆的背景。
起，多少次曾下过决心，却总是